我让毛毛姐给你当顾问，啊，以后你再买衣服，你去找他，好不好？收费吗？你要是收费的话，免费。成交。去给我拿一瓶啤酒去。您最近不是戒酒了吗？我来喝一瓶压压惊。那还是喝黄啤。白啤。小黄。 给马总来一杯白啤，好，别走，还有我呢，给我来一杯 martini， 啊，好嘞 ，martini， 你不是不喝 martini 吗？您平时也不喝白啤啊？我喝你的馅，你觉得和我的馅？你吹什么跟我过不去呢？哎，礼尚往来，这是河豆粉补脑的，这是西洋参补气的。 这是冬虫夏草，补神经衰弱的。不是你刚才不是说你的身体内已经有抗体了吗？有了，那你还补这些东西干嘛使啊？这些啊，不是给我补的，是给你补的。我补什么补啊？我从来不吃这些玩意儿。哎，你不是亚健康了吗？人家医生说了，亚健康就得用这些东西来补。哎呦，你花这些冤枉钱干什么？ 这怎么叫冤枉钱呢？赶快把你的亚健康给调理过了就好了。对对对，我能调理，好了，这玩意儿能退吗？不能。反正我也不吃。哎呀，你呀，你就越老越不听话吧。我跟你说，你不吃我吃，好吧？叮咚了，叮咚了。人家医生都说了，还在这边嘀嘀咕咕，叮咚啊，还预防亚健康呢。 来了，谁呀？你好，哎，外甥子，上哪了？哎，李掌门做饭了没有啊？没有。哦，最近呢，我们家由我掌勺。我的手艺您是知道的，那水平太低了，所以我们就不请你们到我们家吃饭了。啊，不不，那您做了没有啊？没有呢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没做就太好了。 你们几个一块上我们那儿去吃吧，啊，就算给我们暖个锅。这么突然呢？哎呀，一家人突然什么？李茂上进我都通知过了，李财有事来不了，你们赶紧准备准备，赶紧过来啊！啊，我跟那个李掌柜商量。哎，快来快来快来啊！好，好，好，哎，你听见没有？他们请咱们过去吃晚饭。不去，早就跟他们说过了，三日为请，两日为教。 当日为地主，他还地主吗？就是，不去，给谁充人头？就是。那晚上吃什么？我都小30年没动过锅、勺什么的了。反正今天李茂不在家，咱俩呢就凑合一下。 我呢，给你煮俩鸡蛋，熬一锅小米粥，然后呢，再切点咸菜丝儿。你这做的是早餐呢？吃饱不就行了吗？我听很多人都是过午不食。哎，你得让我先适应一下吧，马上做大餐我是做不了。你不用你做大餐啊，你就炒俩菜，一个元宝里脊，一个炒土豆丝儿，元荽、土豆、里脊那都现成的。 我就配着喝啤酒。元宝里脊问题不大，就是大火颠大勺，我这手劲儿有。嗯，炒土豆丝儿我炒不了啊，刀工不行啊。要不然我给你改土豆块怎么样？也行。得嘞，李掌柜，我再给你炒盘花生米，你就着喝酒吧。 小五啊，嗯，哎，别动了，别动了，咱们还是过去吃吧。啊，你改主意了？
还是为茂茂想的家。嗯，他就那么一墙之隔，他到了，咱不到，让人看得不局气。嗯，有道理啊。哎，你不怕他们滴溜了？嗯，就让他滴溜这一次，就这一次。嗯，啊，就一次啊。嗯，非常欢迎大家今天晚上光临此地啊！我和同志感到烈日上升辉啊！下面我们动手制作餐点啊，大家可以边吃边听我说啊！哎，吃吃吃啊！哎，咦，这桌菜呀 啊是我跟德志同志在青岛的朋友，一位青岛的一级厨师特意为我们准备的。哎，这个房间，这个场地也是他为我们准备的。哦，那是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人已走，茶未凉啊，是吧？这是对我的工作和人品的双重表彰。作为我的亲属，想必你们也会感到脸上很有光吧？有。二，这人生啊，必须要有一个好的邻居。哎，我跟德志同志。为什么没有到外面找房子呢？就是因为远近不如近邻。哎，我们想跟亲家做邻居，我们想把两家人变成一家人。嗯，我跟德志同志呢，明天一早就要回青岛筹备婚礼了。那么我们的那个房间里啊，还有一些花花草草需要照顾。这个，我希望山红同志，哎，帮助照顾一下。不知道山红同志方便不方便？哎，这个呀，要看我的时间了。如果有时间呢，就可以；如果那就是不方便了。那么我就请常有利同志帮我们照顾了。来，我们共同举杯，祝我们家庭和睦，祖国昌盛。哎呀，李掌柜啊！多谢你呀、啊，把这个啊料酒带来了。哎，吃这个山东菜啊，我觉得配这个喜酒是地道的。嗯，它是酱香型的酒啊，口感柔，酒劲儿大，但是又不上头。哎，喝这个酒我是服了。嗯，我这二位爸爸啊都喜欢喝这喜酒，加上我和李才，以后咱一人四个能喝到一块去。哎，对，好。妈，不能找个保姆啊！你说我一天使投资人，还是一文化公司的老总，拿出这么多精力和时间放在做家务上，不合适吧？生活面前，人人平等。我不是说我有多高等，我是觉得不应该把我的时间浪费在鸡毛蒜皮的小事上。等毛毛怀孕了，咱家立刻找保姆，到时候你就下岗了。我要争分夺秒！你今天晚上不许行房啊！为什么呀？你喝酒了。这你都知道啊？你怎么知道的？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没味儿啊！哎，毛毛啊，咱们住通州去吧。不去，太远。你爸那破坏症太吓人，他一人住好些，不用幻想谁迫害他。怎么，在这儿亏待你了？哼，做牛做马呀！我马都路原本早就摆脱掉手工劳动了。你说，马化腾在家会拖地，马云在家会拖地吗？我都成你们家杂工了。这叫分工，不叫杂工。妈做饭，你拖地，我洗碗，三权鼎立呀。你要不想拖地，跟妈换也行，跟我换也行。做饭不熟悉，洗碗太油腻，我还是拖地吧。我说要找一小时工，妈也不让，说非得等到你怀孕了。我马德禄算是虎落平阳了。你骂我妈是狗呢？我就打一比方，我哪能骂咱妈呀？我敢吗？我。再说了，现在拿人跟狗打比方，那是骂人吗？
妈多喜欢狗啊！说真的，我在妈眼里啊，肯定没有狐狸的地位。那还用说，就是我也不如狐狸。那是我买给妈的，那时候她还没跳街舞，空虚寂寞冷，靠狐狸的陪伴度过了艰难岁月。行了，别郁闷了，干点正事儿吧。啥正事儿？等等，妈不让。这他也管啊？凭什么呀？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知道的。我喝酒了。你不是答应妈不喝了吗？今儿小白气着我了，我借酒消愁。怎么了？我带什么他带什么，我穿什么他穿什么，好容易说服他，让他活出他自己。整一暴发户啊，你怎么说服他的？我就说以后你再买衣服找你毛毛姐当他的着装顾问，他好歹是答应。我凭什么给他当着装顾问啊？啊，我忙得脚打后脑勺。我你不伺候他，他就穿成我，你伺候不伺候？那你为什么不给他当着装顾问？我有什么衣服你最清楚了。你得帮我，要不然我没法出去见人。那看你表现。什么表现？喝喝酒，尚进。嗯，给你妈也约牙医吧。等从青岛办完婚礼回来再说吧。好，谢谢你啊，还给万师傅约牙医。你能别跟我这么客气吗？你一客气我就觉得你跟我特陌生。你最好啊，还是对我颐指气使一点。资料看的怎么样了？什么时候录节目去啊？过两天录吧。哎，你们录一期嘉宾费是多少？还真没问。你不问他们也应该说呀，这事儿也不能黑不提白不提了。你要是觉得你跟安心这关系不方便问的话，你可以让理财问呀。这有什么不方便的？我问。你要说不方便啊，理财这两天才真是不方便呢。理财怎么了？他妈约他见面。他妈不就在？李掌柜知不知道？这他可没说。李掌柜肯定是知道了，他这几天不对劲儿就是因为这个原因。这事儿可千万不能让万师傅知道啊。理财什么反应？他拒绝了。那他妈是路过还是常住？这重要吗？非常重要。李涛老师啊，我觉得我红不了，您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。你喜欢唱歌吗？喜欢。那就唱吧，不要考虑红不红，只要你红红心中有个蓝蓝的白云天就行。可是我觉得您在考虑。运筹帷幄，决胜于千里之外。我这人不考虑事儿睡不着，
当然，我也没有为你特别考虑。搂草打兔子，捎带着的事儿。如果是捎带着，您就不会去找绿鹰哥了。这你都知道了？谁告诉你的？不可能啊！你又不认识刘刚勋。其实，你找了绿鹰哥之后，他派经纪人来找过我。找你干嘛？他说我不适合唱歌，愿意给我一笔钱让我开一家淘宝店，或做点其他生意。臭美，你没答应吧？我如果答应他，怎么还会跟你走在这里？不过我现在觉得，也许他说的是对的，我并不适合唱歌。我觉得你适合。好，跟你说说我的计划。本来我是想先推你把你捧红，但看来现在得掉个个儿。我会先红，当然我是红过的人。我在文艺界其实已经红了，只是我的大众知名度还没有打开。等我上了调解三人组爆红以后，我就有更多推你的机会和实力。我有霉运，我不想连累你。最近已经好多了，演出不再停电了，跟你走不再崴脚了，吃青豆不再崩牙了，走路也不撞电线杆子了，就连苏杰都敢跟你住一屋了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你正在转运。那我还应该继续唱吗？你必须唱下去啊！你妈妈还在天上看着你呢。真羡慕你，能跟家人在一起。你知道吗？我有两个妈妈。我不知道。你见到的万师傅是李茂的妈妈，我的妈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跟李掌柜离婚了，去了美国。不过她最近又回了北京。你见到她了吗？还没有。他想见我，但我不知道该不该见呢。见呀，为什么不见？亲人能见就要见呀。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，我还没有想好。我想见妈妈，见不到；你能见却不见，真羡慕你以后嫁给的姑娘，她会有两个妈妈。别人才不会像你这么想。可能会觉得是一个负担吧，或许我真因为这个而找不到另一半。要是我不幸落单了，你恰好也落单了，不如嫁给我算了。李才老师，您别拿我开玩笑了，也不要拿婚姻大事开玩笑。你干嘛呢？我在向星星许愿，愿你妈妈能早日见到你。为什么不是许我早见到她呀？因为决定权在您这儿，愿望从来都是许给渴望的。赶紧的呀，你磨蹭什么呢？我怕跟小白撞衫。笨呐，你想穿什么穿什么，穿好了给小白发个自拍不就行了？对呀。嗯，小白，我马上把我今天的穿着发自拍给你啊。白总，这马总穿什么还得向您汇报啊。嗨，马总见我最近穿的总是很得体，向我取经了。哎，你干嘛换了？
这身多飒啊！这身是推荐给马总的，我再换身别的。狭路相逢勇者胜，我跟小黄都支持你跟马总正面 PK。嗨，做人要厚道，我可不想把马总比下去。小红、小黄，来，过来给我长长眼。哎呀，白总啊，有钱真是好啊！你瞧这衣服，这款式，这面料，这颜色，哎，白总，这衣服别说穿您身上，穿谁身上它都不叠份儿。我跟小红啊，都心疼您这么花钱。您对您自己可真是够破费的呀！我要是不对自己破费，我就是一身破绽。您都没破绽了，你还不赶紧创业啊？我跟小黄还等着集体跳槽到您这儿呢。创业这事儿，我还得问问我大哥。老家你大哥？不是，日不落集团人称日不落掌门人的刘一手刘大哥，他是我的创业顾问。怎么才来呀？我还早到五分钟呢。我妈习惯别人早到半小时等着她。你脸咋白了？我刚才有点恐高。你要时刻学会战胜自我。我妈就喜欢高，喜欢那种居高临下的感觉。你看我这身衣服行吗？我妈有时候喜欢端庄，有时候喜欢时尚，看心情。你怎么老不接我电话？这事儿以后再说啊。我们俩的事儿，你妈有什么意见？那进去不就知道了。妈，安心来了。哦，请等一下，我正在跟纽约开个电话会议呢。好。大不了呢，这儿我起，但这钥匙的事儿我不能管。哎呀，其实也没有什么事啊。啊，刘丽同志，我跟你说哈，你呢就隔三差五的到房间里去看一看，看看那个暖气管道漏没有漏水呀。哦，对了，那个角落里面还有几盆小花，你帮我浇浇水，施施肥。真的没有别的事儿？不行不行，我真抽不出时间。您看我每天遛狗、跳舞、买菜、做饭，还要给幸福里社区的人民群众主持公道、谋福利，我哪有时间啊？再说了，这事儿远近亲疏的也轮不着我呀。你怎么不找白山红啊？他不管是吧？哈哈，找双全不行，他吧是个横草不动、竖草不拿的主。上敬礼貌呀！哎呀，是这么回事啊！我们这次回到青岛，就是要大力筹备青岛的婚礼。等婚礼筹备好了以后，上敬和礼貌自然是要回来的。所以呢，这件事情我索性找一个闲人把他负责起来。哦，感谢您觉得我是一闲人啊！现在觉得你不闲了，妈。安心，这是我妈。啊，阿姨好，请不要叫我阿姨，叫我张小姐。外边的人都这么称呼我。哦，张小姐好，请坐吧。一手，你也坐吧。别，我就不坐了，妈，您甭管我。你坐吧。你可以坐。
你什么星座？双鱼座。上升呢？我听说女人三十之后才看上升星座。很快就会到的。女人不经老，不经折腾。男人的一秋，抵女人三年。我上升也是双鱼。哦，那常做梦吧。您是说梦还是白日梦？都算。经常，就是不做噩梦。郊区那个小房子交给你负责打理装修，真的是辛苦你了。我代表我和一手向你表示感谢，你为一手节省了时间，也就是为日不落集团做出了贡献。瞧您说的。你之前的节目我看了，有些不错，有些还欠缺，还会做得更好。我说的没错吧？可不是吗？都安排好了吗？集结完毕，随时准备出发。出发。好，安心，走吧。去哪儿啊？验收房。现在？那我得通知毛毛和李诺他们呀。现在我妈的意思是不用通知了。为什么？安心，我认为他们不在的时候去验收房子，结果会更真实。你觉得呢？可不是吗？一手，这后面跟着我们的车是谁啊？哦，集团品宣部跟部分媒体、新媒体和自媒体。张小姐，一手，我不知道几点能回来，我跟我们台里请个假。好，小白，这些都是你们马总的衣服鞋子，这些衣服鞋子什么的你就别买了，一会儿我发到你微信上，供你及时避免。这些我都不能买，那我还有什么可以买了？毛毛姐和李茂姐以后能多多指点。我指点不了，你毛毛姐是专家，苏杰也经常淘衣服啊。苏杰，他还固化在工薪阶层，理解不了我的精神需求。喂，范台长，我是安心，我特别给你请个假。安心，你打错了，我是李茂。范台长，今天一手啊和他妈妈张小姐到北京来了，我带他们到郊区去晃一圈，特别给你请个假。你打错了，安心。没错，您说的对，我们一定把这节目啊充分准备了再录制。绝对不会出错，也绝对不能出错。谢谢您的关心。安心打错了，他打给范台长，不知道为什么打我这儿来了。我跟他说你打错了，他还在说，那好像又是在跟我说话。他都是打给我的呀，怎么会打给你？他给我打电话了。赶紧把他来电放一遍给我听听。你们通话还有录音啊？嚷嚷什么？我们谈业务，怕说不清楚，所以得有个备份。毛毛，安心正在共享位置，他正在出城，往别墅方向走。
那他能是打错了吗？不是，我们必须在他们赶到之前赶到那里。你下去，立即让小布把马总的车开到门前。是是，得嘞。你开还是我开？你开还是我开都追不上了，只有一个人可以。你妈。觉得这身衣服搭配的多韩范儿啊！不行，就觉得这袜子有点土。哎，真是不穿袜子可能会好一点。哎，这脸歪吗？哪儿歪呀？喂，茂茂，哎，你说妈的脸歪吗？哎呦妈，您别说这些了，您赶紧拿着您的驾驶证，现在就下楼啊！哎。那到底是为什么呀？真是这孩子！万师傅，哎呦，您太子了，别跟这撕着了。快点啊，咱们干嘛呀？这上车，你开开，快速的啊！啊，什么事啊？好嘞，一脚油的事。万爷辛苦，今儿就看您的了啊。出吧，出大门左转，坐好了。安心，听说装修是请的你的同学是吧？啊，对。为什么找他们呀？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是你的同学吧？哦，那个他们的人品我比较了解。而且知根知底，作品我也看过，非常优秀。很好，希望他们的作品配得上你的评价。这个社会，日不落集团能屹立不倒，靠的就是实实在在。实实在在。可不是吗？万师傅，咱们现在落后5.3公里，一脚油门的事儿。万爷，三元桥到四元桥方向有点堵，我建议啊，甭建议，你就说大方向，大路、小路、红绿灯、摄像头、坑坑洼洼都在我脑子里。尽快上京城高速啊！得嘞。师傅，张小姐和刘总都睡着了，行驶慢点，注意安全。好嘞。我没有睡着，就是闭目养个神。45岁以前从不睡午觉，45岁以后不睡午觉，下午就乏，老了没法跟你们比了。瞧您说的，6.4公里啊！怎么还远了？他们在高速上，车速快。没关系，一脚油门的事儿，坐好了啊。嗯嗯，妈，一定注意安全啊！知道了，退休前妈年年是安全标准。
人比人气死人呐。大志啊，别说像我能力这么强。对了，这对组织上不是一种损失吗？我跟你说啊，别跟别人比，就跟自己比啊。到站下车，到点儿退位，嗯。也行，我呀先把我那个自传写好了，这样对社会也是一种贡献嘛，是吧？哎。万师傅，目标出现。知道，目标。大家好，安心老师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们来验收房子，我没来得及通知李茂和毛毛他们，你带我们看一下。巧了，李茂和毛毛他们也来了。是吗？这么巧。对，毛总，毛总，毛总。哎呦，安心，你怎么来了？怎么来也不打声招呼啊？哎，刘总好。安心，这位是啊、哦、这位是一手的妈妈张小姐。哎呀，张小姐您好，我是毛毛，新围城工作室的负责人，这是李茂，我们工作室首席设计师。张小姐您好。啊，真没想到你们今天会来。毛毛，嗯，要不咱们带安心他们转转吧。好啊。张小姐，给您介绍一下，我不必介绍了。玉不落集团的门店、工作场所都是我设计，我在美国、欧洲的房子也是我设计的，我略懂一点。那就真的是太好了。都是你一个人设计的吗？哦。前期的风格界定是我和毛毛一块儿做的，细节部分主要由我来完成，工程的实施由毛毛全权负责。毛毛本身也是设计师，只不过我们分工不同。他们大学是一个专业的，亲闺蜜。对，亲闺蜜。愿意到日不落集团做设计师吗？如果愿意，也可以带上你这位亲同学，条件待遇你随便提。哦，我们是创业公司，不会跳槽的。你们的愿景是什么？上市。嗯，祝你们成功。张小姐，听说日不落集团也在计划上市，现在有什么进展吗？现在啊，人人想上市，盲目的很。我们日不落集团呢，是稳扎稳打，步步为营哦。具体的什么事情，以后你们约刘总好好聊聊。好的。张小姐，请问这是刘一手先生和安小姐的婚房吗？哦，这小房子是一手送给安心的聘礼。哦，当然了，这也是婚房，一手在海外和上海也都置办好了，婚礼呢还是要在这举行的，希望各位都来捧场。张小姐，那我们去还用包红包吗？不准包红包，只准领红包。青春它